这一尊塑像要介绍的是仲由，字子路，鲁国人，小孔子九岁，是孔子最早期的弟子之一，与冉有共同列名于正四科。塑像中的他戴着魁冠，浓眉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威仪，似老鹰般的眼神代表着他的精明。他在审理诉讼案件时，只要问过双方的案情，便能以三言两语判决，使两方心服口服。这也是老师的赞许，只有他有这种能力。右手持着宝剑，身穿盔甲，代表他有军事的长才，能治理千辆兵车的大国，能令军民有作战的勇气，而且知礼义之道。鼻子挺直，代表着正直，而且很有信用。《左传》记载，小诸国有一个大夫，以一座城池送给鲁国，寻求政治庇护时，却不相信鲁军与三家大夫的保证，只愿相信子路的一句承诺。这是他信誉卓著于当时。塑像的他，整体的气象是灵动、敏捷、粗犷、刚猛的性情中人，很有豪气。老师曾经赞叹地说，道不能行于中原，能跟我乘小舟浮于海外小岛行道的学生，只有子路有这种勇气。子路虽然个性粗犷，却有一颗真诚的孝心。年轻时家中生活贫困，所居之地贫瘠，不产稻谷。他为了使双亲能享用香甜的米饭，自己常以离货充饥，将省下的钱远赴百里之外买米返家供养双亲。后来他在政治上崭露头角，家境宽裕，生活安适，可惜双亲已逝，为此他常引为生平最大的遗憾，不时兴起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伤。这种如沐真情的流露，令老师都不禁赞叹，他是一位父母在世能尽力孝养，父母死后能尽哀思的孝子。当他侍候老师时，表现出刚强威武的样子，老师很满意这种气象。事后却感叹地说，像这样刚强的人在乱世是不能长久的。后来果然死于魏国的内乱。塑像中的他左手系着帽带，代表他临终结缨而死，是个即使在危难之中生命将受到伤害时，也不忘记端正冠帽，结好帽带而死的正人君子。虽然他不能寿终，但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、富足的心切，在在都是我们所应学习的。当他在魏国被斩成肉酱，消息传来时，老师与中庭放声大哭，代表对这位弟子深深的痛惜。他有当仁不让的个性，有车马衣裘分享给朋友的心量，纵然懦，守义气，有武德，是这尊塑像所要呈现的内涵。